我的小象跑不出来。晚上好。哎呦，按错。啊，我的大象跑不出来，好哟。给我大象。今天好冷啊。晚上好呀，大家，大家看得到我吗？赶快给我大象啊！赶快给我大象啊，我的大象。Tiga。既然没有大象，我现在拯救一下我的眉毛。晚上好呀，我今天开的比较早，加速早，可怜王早，午安，晚安，下午好。我画一下眉毛，让我画一下我的小眉毛。我的大象呢？我的大象还在跑。大家今天好吗？我好饿，下午好，现在是一边有眉毛一边没眉毛的我。我有个坏消息，我的大象跑不出来。那大象跑不出来啦，好哟！为什么它跑不出来？那我换一下。大象没在上班，大象，给我大象。结果我还是换了手机了，给你们分享。跑不出来，不棒 ，Hello。爆炒海地瓜是什么？海瓜子不是海地瓜。小吴晚上好，这个时间开，等一下要出门吃大餐吗？不是出门吃大餐，等一下要出门。天哪，好准时。因为等一下晚上要练习去了，谢谢店长的文手礼。Hello， 玉晚上好，下午好，我头好痛，还好啦。我今天开学了，晚餐还在路上，他等一下就送来了。难怪就开比较早，刚下课就来看你，辛苦了。
你棒棒的。店长，Tico 真的得给你剪指甲了。你等一下是逃不过我的，我跟你说，你的指甲太痛了。那我也要去吃饭了，赶紧去吃饭。电脑硬体装修，哎，我以前好像也有考这个，哎，我不知道我考的是不是跟你一样的名字，我是考计算机概，应该不是一样的。今天有没有叫？我呢，今天在梦中开学了，要好一点了吗？是不是德全逼你逼得太严？什么意思？不能睡到下午了吗？没有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还是可以睡到下午。这个笑一定是有的，这是。我礼拜一礼拜三是比较早上学，大概8点上学，就8点要出门啊，然后3点就放学，然后礼拜二四是就也是跟上学期一样是几点来着？1点哦，1点上到5点。怎么？那你肚子饿了是不是？好的，理由国，不好意思，会好好休息的啊。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我那天打完疫苗之后啊，对哈，我还要打疫苗哎，感觉已经过去好久了。我那天打完疫苗之后呢，我好像觉得我自己发烧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。全身超级酸痛，还有小生晚上就全身酸酸的，这样就觉得哦，我是不是快要发烧了？但是明明都没有发烧，所以绝对不是德全逼的太紧，当然不是啊，会过了多久才恢复？大概一个晚上就好了。我头好壮壮。我睡一觉就好了，没有很久。我没发烧，我哥有。不是那德全在逼急，我以为应该是你们都逼我很，你们都很爱我，一见就中枪。没有，我说会好好休息，绝对是你们逼我太紧，我会好好休息的。每次都说要好不舒服要好好休息，我有好好休息，你们不用担心我。是我们全部人，谢谢你们。你们有没有去看店长的那个影片呀？谢谢姐姐。
因为平常就爱睡了。然后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今天就是在梦中度过的开学日嘛，然后呢我就很紧张的问了我同学说，完蛋了，太冷起不来。结果呢我发现没人在学校，我有四个好朋友，有一个其中一个是他住在学校宿舍，那我看到他在宿舍睡觉，我心里想说，哇，这个住在宿舍也，我还在忙先挂停了。好的，剪片机器长只看了店长的限动，店长，我只想跟店长说谢谢，我喜欢你的影片，好喜欢好喜欢。但是我就很想要问你说，其他人是谁啊？我不知道什么，我鼻塞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我今天没有过敏，我也没有感冒，但我不知道什么鼻塞。果然是躲宿舍。我想说他人在宿舍，他怎么也不在上学？然后呢，有一个朋友人在台中，在台中。然后呢，有一个朋友他昨天就说，我明天就会请假。我说怎么了吗？是不是因为太冷不想上学？他就说，哦，不是，我明天要去做指甲，会请假。哎呦喂啊！我发现他们家的奶茶很好喝耶，珍珠奶茶。其他人跟你们分享。好的。刚刚没电了，我的手机退休了。是这个的吗？这不是裂痕。当当。店长带我去哪里做指甲才荒唐。今天真的很冷，大家有没有穿保暖？准备下班去了。好的哟，很开心看到果果，我也是，赶紧去下班吃东西，很冷今天。还有香糖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跟你们说一件事，就是我前几天又在看我之前的直播，然后呢，我就发现我之前直播前会把我的床铺好哎，哇，我以后会继续铺的。十月，鸡肝。好好喝哦，而且有点温的。乱乱的已经习惯了。对了，申请证已截止，请问你们有乖乖把我带回家吗？听错了 ，Tiger 会帮你铺床。Tiger， 你猜呀？没有。早早不要问你们了，有吗？哦哟，你们不要欺负我，有没有呀？有。有了。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就是只想带你回家。
就是你们应该，你们对这个壳有印象吗？它应该出现过蛮多次了吧？我之前买了很多很多种壳，然后后来我就钟爱它，钟独爱它一个，我就一直用用用，然后我用到后来它这边有点坏掉了，然后可是呢，我就找不到另外一个我更喜欢的壳了，于是呢，我又再多买了一个新的这个壳。我真的很爱这个壳哎，然后呢，我现在换手机，我又再买了一个，我又买了一个一样的手机壳。我真的太爱它了。Hello， 猪猪，晚上好。请问我的大象去哪里了？他还在跑，他跑多久？看来今天没有大象。放弃大象 ，Hello， 在哪买？我在网络上面买的。你是不是没更新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有吧。我才刚昨，我还是我还没有跑好啊，跑好。浪鼓掌应该不是。我这次终于拥有了。跟你们分享啊，好像都有没有跟你们分享。我前一阵子，因为我手机还没裂开之前，我在今天不用遮眼，很谢谢，好丑。今天我不是前几天我的手机还没裂开之前，我就在清我手机的容量，因为我的手机其实还没有到很少的，没有到容量很少这样子。在讲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也买云端，然后我也有我的手机的，好像是要怎么看我的手机是几 GB 啊？好像是156吧？有156这个东西吗？100多？我看一下，128。原来手机容量会裂开，不是，我就想说，我还要再撑，就是用它用久一点嘛。然后我就在清我的手机容量，然后呢，我就把我大概照片呢有25000多张照片，对，然后可是我前面的我影片我都有存到那个云端去啦，然后通常清容量是最后挣扎。然后，我想说不行，我要清我的手机容量。那你们知道怎么着吗？你们知道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我原本大概，我想找给你们看，等一下哦。是不是被我删掉？好吧，反正就是我好像原本容量100多少来着，哎，我看看，好吧，算了，我忘记，云端会压缩画质，我懂你的梗。对，什么什么，我看看，然后就是回归原厂是，你也上传太少上来了，什么意思？云端会压缩画质，不是120，然后反正我原本好像已经用你100多了吗？
我再看一次。好了，反正我现在的手，我现在的相簿有五点多 GB， 然后我原本好像100多 GB， 然后呢，我才删了几千张照片，它就变成5 GB 哎、欸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就很紧张，我想说我是不是干了什么事情？因为我才删了几千张照片，它就掉了很多 GB。我在讲话，讲话好好笑，好，它就是掉了很多，然后就很紧张，我就去问国宝，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他就 IG 请日更。10M 左右啊，可是我才删了1000多张照片欸。然后我现在就换了256的，所以照片应该放上来了吧。我只是想跟你们分享，照片都是一堆截图而已。真的都是疯狂截图欸。我的照片都是截图各种，我的照片都长这样子，然后怀我真的没什么自拍照，就一堆废图很多这样子。我跟你们说，你删一几千张不多，有好几 G 啊，差不多有好几 G 哦，好像该不会有影片，还有哦，我删了很多很多影片吧，嗯，上次某某就是，不要手机跟云端联动一起删，不会不会，我给你们看。你知道那个这个周末啊，你们看看，虽然你们应该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，但就是能我剪头发，然后帮我剪头发的人，你们猜猜是谁？是章鱼宝宝，因为我那天看他自己剪头发，我就说那你赶快你也帮我剪，你也帮我剪。我常常删到不该删，不会啦，我照片删一删我也都不会记得，因为我的照片真的就是看不懂在干嘛的那种，就是拍给出门拍给国妈宝贝的。我在想要不要给你们看呢，就是。哈，就是这种废照片很多。我跟你们说，我那天晚上跟国姐去吃拉面啊，我真的是遇到喜欢的东西，我是大胃王，我真的是大胃王，就是超级大胃王。我那天去吃啊，然后真的看不太到。然后呢，我就吃了一碗面嘛。我吃了一碗面之后呢，我又再加了一份面，我就吃。刚刚我吃完两份面之后呢，就是我就加了一份。谢谢。你有想讲这个？哎呀，不要讲这两个。谢谢。然后我就又点了一碗白饭。我给你们看完食的照片，我真的完食了哟，厉害吧？天哪，我的照片好可怕啊！或者是出门的时候看到可爱的东西要拍给朋友看，这样子，两球面加白饭，对。
阿杰那天跟阿杰去吃宵夜，真的吃光光。哎呦，我有点心虚了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我真的可以吃很多好吗？那我现在吃我的晚餐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有拍的照片，我真的都有发。但就是我奇奇怪怪的影片，照片真的太多了。这么好吃，就是。以后只能针对性说，针对性。我是不是真的吃很多吧？不揉眼睛。我到底都拍些什么东西啊？我很想要叫华给你们看，但是太多我的朋友。阿哲晚安，我先来吃饭好了。OK， 我可以找之前的照片给你们看，我可以找汤汤给你们看了，我给你们看汤汤。Hello， 杨过午安。这位幻影战士先生，请不要以为您改日文名字，我就看不出来你哦。同学有问题没有耶？你们看，这是我小时候。天哪！我现在可以，我以后可以慢慢跟你们分享我的照片。我有很多2016、2017的照片，然后还有可爱的小时候的我。在婴儿的哎，对，好，还没给你们看。不是，我想跟你们分享，我小时候好可爱哦。你们看这是谁？这是谁呀？这到底是谁啦？我跟你们说，我生日手机真的是非常多的回忆。我现在有转移到这只手机也有了。我找一下汤汤。
你们看思源思雅。这是2016的照片。还有章鱼宝贝，我天哪！除了章鱼宝贝，还有品涵，可爱的品涵，你看品涵。哎，我以前好可怕哦。看我流汤汤，喵喵喵喵。喵喵超可爱的，你只是比较大只。饮料杯我很小只，真的。怎么影飞啊？你们记得这张照片吗？绝版了，我弄一段莫名其妙奇怪的照片。你们看，哦，台台，我记得，我记得。还有什么有趣可爱的照片？被你八月你影片，谢谢啾啾送的花爱心。好辣哦！
都看不到脸。他说要给诗人诗雅过生日，都幼幼的。第一次卖的生写真是2017年4月30日，现在才往事回顾嘛。那是因为我刚好换手机，现在有照片可以跟你们分享。我那时候好可怕哦！请问谁有这些呀？我不想重温。我好像没有，我有，那个很珍贵耶，现在找不到了。我没什么关注偶像的时期，嗯，睡在我里面。好了，不然你传给我看一下。踢了应该窝一圈了，对，家里的开暖气。哎呦，我要赶快吃饭了啦。找一下，好的，简直很可爱耶！跟你们分享过，我没有跟你们分享过这个影片呀。我记得我好像有跟你们分享过，那时候去瑞士吧，有吧？我有跟你们分享过吧？其实那时候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哎。好好玩哦！高空弹跳。
我忘记这叫什么来着，是高空弹跳吗？好好玩哦。古国今天，对呀，我今天开学，哎呀，哎呀，小胖胖，我手机超多他们的照片，超级无敌多。喵，有猫呢。很高的，那是什么？就是滑索，不是滑索，应该算是高空弹跳吧。我正在吃晚餐，然后我要来不及吃完了，但我还是在想要跟你们分享一点点。我的照片实在是滑不完的，但我的照片都是不行啦，这些我同谁？我的照片都是一堆这样子的。很可怕的照片，通常都长这样。我给你们看，这是我收到，好丑，虽然很丑，但我还是想给你们分享。大家不也都寒假还玩了什么？寒假玩了什么？寒假好像没有特别做什么哎、欸。太爷看到一堆布呢，对，虽然很丑，但是就是呢，那时候我手机摔坏，我爸就生气说：“你自己想办法，每次都这样子不好好珍惜东西，怎么样的。”但那时候我也忘记是为什么，就我的手很有问题嘛，常常弄掉东西这样。然后后来呢，国爸隔一天就变出一只手，也没有隔一天，就隔了几天之后就变出一只手机给我，然后呢我就哭了。他是我最可怜的，为什么？我小胖以前呢、欸，天哪，我的照片，滑过去。假装没有看到我的同学们，还有一堆食物的照片。还是很，我过年前就，现在身体也还很酸，怎么会？我的屁股好酸哦，屁股怎么了？那你现在身体有好一点了吗？屁股翘着蛮高一个。但是有气无力啊！今天外面几度呀？14度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冷哦，今天。
嗯，昨天真的超级冷。睡完就听听，对啊，什么时候会回温呢？6-7度，你在哪里呀？你在澳门吗？冻番薯在澳门，哇，好冷啊！礼拜三吧。我希望可以有太阳，然后可是很就是凉凉的，然后有太阳，这样就很舒服。但通常这种天气只有在变天前的一两天会有而已。什么是为什么？什么是乌尤卡米欧西？可可星如，你就是太阳呀！有太阳要到22-28年假。我日本人。慕寒晚安。那你们看到我就不冷了吗？我有这个作用吗？Hello， 欧汉，晚上好。看我没勾勾，为什么你没勾勾了呀？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里呀。Tiga， 你冷吗？我的暖气好像已经快开了24小时，我是可以继续开的吗？还是你们觉得有需要让它休息一下？因为它没爱了啊，爱会消失吗？因为我是第一次来。哦，好的。反正果果鸡都觉得法子哦，对哈，上礼拜只播了1天而已。我来了，我现在来了。但是我觉得打第三剂手好像没有酸那么多天呢，我手好像只酸了1-2天。想说你开冷气太猛，乱乱的被子。看到你真的不，我也在暖房间也都开暖气。但你们觉得我等一下出门要关一下吗？你是打了3针疫苗？对，我打了3针疫苗了。但我已经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开到现在，我大概从昨天晚上12点多开始开的吧。哦，这要关哦。OK。国青鱼，先去吃饭了，晚点回。我大概在10分钟就要关播了哟，要赶着出门了。谢谢可乐王的告白，可乐王。但我觉得现在开暖气都不会很温暖的感觉。就是已经冷到冷，暖气就是。等我一下。
可能有漏风，这么赶。那我走走去哪里？出去会结冰哟。我跟你说，我超勇敢的。我这个周末我都穿了一件短袖跟一个外套就出门了，因为就是要去练舞啊。而且其实在室内没有到那么冷，我也不知道欸，我以前都包超厚，然后今天这么早关，你超勇的。我很勇吧，我就穿了一件短袖跟外套就出门了。但是我不知道，好像穿很少就没有这么，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冷的感觉。里面传给你，真的是我超怕冷的。我之前是穿的那个四五件衣服，然后在教室我还是会觉得很冷很冷那种感觉。那冰冰是哪位？你很用哦。以前我超怕冷的呀，出去会结冰，不出去会结心。这样就能出门了。我以为台北人都不怕冷，可以得诺贝尔。因为我上次是，我上次我只能去开两天呢。你说连开两天都没有关吗？我是很怕它烧起来耶。你超勇的好吗？不把寒流放在眼里。你不答复物理的，不是，就是因为我还记得有一次很冷，然后呢我就穿了很多件衣服，然后里面还包紧紧，然后我外面还穿了一件羽绒外套，但是我那时候还是在教室冷的瑟瑟发抖啊。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是在排绿草地啦，那时候是三中也在排绿草地。搭德是吗？是的。要不要登入一下？暖气开那么久都没，我怕它爆炸。下雨天又放假，就是开暖气在家。啊，对，现在换手机，我还没有体验那个新手机打那个打传说好不好？希望很棒，不会宕机。我来看一下。哎，我那时候背那个包包耶。啊，我想念的姐姐。怎么这么近啊？新手机。啊，我的脸也太僵硬了吧，也太紧张了吧。好好笑哦。都是要手游一下，当然。我真的很大只欸，哇，我好那个哦。你阿姐还穿裙子耶，好青涩的我们哦。我在看那个呀。好好笑哦。影片吗？对啊，在看影片。还是海的那年代。什么用冰箱玩传说？晚安博长又又台言，天哪，浪上野猪冰冰来了。现在是这只，我换十二，
因为我就换了十二，我本来想换13的，但是应该换12就够了。我要好再看以前的西门快闪，西门快闪，哦，好可怕。当然是我自己啊，没有国爸有赞助我一点，不然我如果国爸的话，我就跟他说我要等14了，我要等14出来，我要换14。今天看，快闪的那天气不好吗？哦，12可以口罩解锁。有你出场，出长成。快闪是哪一次啊？哦，你觉得我们在讲的不应该不是同哦？我在讲的是那时候在路上推广我们的时候，推广推广。在发那个报名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天气很好。因为这个我没有在看留言呢。怎么会买前年的12？对，原来如此。辛苦了，而且因为国八今年也没换，哎，前年什么12、13什么时候？13是今年出的嘛？国八今年也没换，他还是用12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用12就很好的啦，12很不错啊。”因为他自己用12，所以他就是也推广我，就是也叫我换12。可他是用12 Pro 啊，他有深刻镜头哎。你不用回答了，不过好也能用就好，我要求不多。那我玩游戏不会宕机就好，容量够大也很不错。其实蛮想换13的，但我就还是换12就好。普鲁普鲁普鲁普哈，今年不是要出14吗？重点是不会宕机，对。然后我在想，我之后可能会去修这台的荧幕，我可能以后拿这台直播吧。不然我这台要打游戏又要直播，我怕我手机又会太快就宕掉。这台留着直播用，所以你是不是我就是12而已。吃饱了，辣椒咸蛋吃快，我好像不在。旧的拿来播是吗？旧的拿来播，直播还是旧手机吗？不然，好，你什么时候那么神奇？因为这次是我自己换的，
过的话不在。嗯，但我记得有那一次的活动，我那时候还想说是不是可以偷偷去啊。Tiger， 你干嘛那么可怜？哎呦哎呦，我离开了，不能给你们看到后面的床铺。旧的是哪一？旧的就是我上礼拜的那一只。手机裂开的，你为什么要睡在鱼上面？这个窝已经这么小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躺在鱼上面？你这样感觉很可怜。给你吹点暖风好了。习惯橙子，早就看习惯了。记得随身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比较少？你会买？不会，我会听爸爸的话。还是会换十二吧。好了，这样比较大了，真有鱼。哦，你是想要靠在它上面是不是？好，那你靠吧。啊，你别咬我！哎，你要剪指甲。哎呀，要六点半了，才奇怪吧？鱼头松。蹦蹦说：“你再不去学校，我就把你打成肉泥。听爸爸的话，别让他受伤。我想要帮 Tiger 剪个指甲，然后我们再出门。但我不记得我把他的，我看到了，他看到他的指甲剪，完蛋了。”去吧，真的是闪瞎了我的眼。早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
七哥在镜头前当乖的，嗨，你干嘛了？我要关播的啦，我等一下回你啦。不是，你要听我讲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先关播大家，我们来念宝，我们赶快关播，赶紧关播。这个名字换得太迅速了，过分喽！来，我们赶快关播。今天的第十名是大剑，这是幻影战士吧？谢谢幻影战士。好吧，既然你的名字是大剑，那就谢谢大剑。第九名是耳机酱，谢谢耳机酱。第八名是啾啾，谢谢啾啾。第七名是店长，谢谢店长。我现在很第六名是玉，谢谢玉。我们赶紧哦，念快点啊。第五名是小吴，谢谢小吴。第四名是博晨，谢谢博晨。第三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二名是可乐王，谢谢可乐王。第一名是志豪，谢谢志豪妈妈。这么急，我觉得很不能瞬间关播，我觉得很可怕，我们赶快关播吧。布丁旅馆晚上好，上线感人，不是第一名是小胖，谢谢小，我怕他的他又来爆那个，再念一次，好，我再念一次。小胖是不是你要过来干嘛？你是你想要过来干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今天的第五名是大剑，谢谢大剑。哪里可怕？不是，我就跟你说，你等一下，等我下播，我变第五了。出门小心。今天开直播吗？可以关热。你还在吗，小胖？看到闭嘴，他们不是我今天，只是我今天不小心的，今天是个意外，我今天不小心在睡梦中度过了开学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今天没有人去上学，不是嘛？我们有什么事好好讲吗？我们有什么话好好讲？我们等一下下播讲嘛，好不好？等我哈，我怎么觉得？第一个因为没事，应该你真的想被打。大家晚安，我今天就不一一跟你们道别了，因为我也要顺便要赶着出门了，一天而已了，还好。我明天会去的，我明天会去。看来下不要打架了，完全猜到果果会睡了。大家晚安。你来接我下课，我等一下要去练习啊，疯子。OK， 我要 peace out 了哟。大家晚安，礼拜三见。我是礼拜三播对不对？应该是。快关了。拜拜，三二一。